哦，有咔一声了吗？有。好，再咔咔咔很多声，要按按很大力，像你那个发射一样。好，发射，哇，怎么飞出去了？我们飞到哪里啊？他坐在椅子上面。啊，你那个还有其他几颗战斗陀螺呢？这个陀螺呢，可搞不好可以一起用哦。三、二、一，哦，厉害的转呢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战斗陀螺。这个转的颜色很漂亮。那你要转什么颜色？你要转火腿的颜色。你也没有失败了，哈哈，有失败了。开始。很好笑，怎么一直失败呢？哈哈，要研究怎么样才可以顺利的打出陀螺。你太急了，要慢慢来，要对准。哦，你看又失败了。嗯，到底要怎么弄呢？